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。好的。 苗姐，你来啦！忙着呢。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不能找你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走，咱俩出去坐会儿吧。家里面有点事儿，走不开。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？要不等我空了，我找你去。 你黄两年没见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哎，你不也是吗，苗姐？都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心里装人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苗姐，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小尊。 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，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，就赶紧告诉他，省得他惦记。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。那是心里还空着呢呗。哎，姐，咱能不说这事儿吗？小尊，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，但我看着画子心难受，我也难受啊。这样，你给姐说句实话。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谁也不能逼你。你就给句痛快话呗。苗姐，我知道花子哥喜欢我，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，这刚见到。 有些陌生。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？感情这事儿，怎么说呢？我说不清楚。行吧，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，一定记得告诉我。行。苗姐，你这两年都忙啥呢？ 没忙啥，混吃等死呗。没考虑结婚的事儿？倒是见了几个男人，都被我打跑了。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？一个个软乎乎、肉囊囊的，我看着就来气。姐，你还是之前的脾气。哎，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？哦，你看我。
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苗姐，等我空了，我找你去。好。小尊的话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还没想跟画子在一起。那我得跟画子说一声，让他别惦记了。你不让他惦记，他就能不惦记了？那咋办啊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小尊要是冷了，画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。我就怕画子又想不开，再中了病。咱们再想办法，劝劝他。你跟小尊还热乎？就跟以前差不多吧。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您说。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，你还记得不？吉田？就是小尊的同学，你还打过他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怎么了？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，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，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。那你还能活到现在？娘，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？净说胡话，你还有这本事？我咋没有这本事？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，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。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。苗，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，我们就能除掉他。我要约他，那就得通过小尊。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？吉田平时喜欢钓鱼，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，我们没有办法下手。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，那就好办了。我想想办法。行就行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，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娘，您每回都说，烦不烦？烦也得说，听话。娘，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？给你做的呗。太好了，过年有新棉袄穿喽。小尊，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？我也没啥打算，就是上班呗。上班好。哎，棉袄姐，那你咋不去上班啊？我坐不住，也受不了人管，上不了班。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。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，太累太操心了。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。我也想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？那倒没有。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。苗姐，你对我还是那么好。哎，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？哦，你说的是吉田呢。啊，好像是。吉田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。我还记得当时啊，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，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。想想真是太冲动了。他没说找我报仇？对，他当时很生气，说过这句话。那他咋没来找我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时候太小了，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，现在大了都明白了。小尊，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，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。要不这样，你帮我牵个线，把他约出来，我请他好好吃顿饭，然后把话说开了，这也就算了了，你看这样行不？
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。我在想，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。那万一他没忘呢？小尊，你就当是姐求你了，你帮姐这个忙吧。那万一我约他，他不想出来怎么办？那你就跟他说，是你请他吃饭，这不就行了？嗯，好吧，我帮你约他试试。小尊，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，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，可就全靠你了啊。齐天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不会忘记，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。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。我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，不懂事儿。要是懂事儿，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孙书包里，是吧？棉袄姐，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？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。谁还没有个糊涂的时候？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。你当时往小尊书包里放蛤蟆不对，我打你也不对。你是小尊的同学，我是小尊的姐姐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今天把话说开了，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，一块玩，你看行不？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，对吗？吉田，来，干杯。干杯。今天太开心了，我请客，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。苗姐，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。谢谢苗姐。对了，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？钓鱼我不会。哦，但是吉田你会钓鱼，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是不是高手，要看跟谁比。吉田，你总是这么谦虚。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，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。吉田。你想去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。你们定时间，然后通知我。好，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，谁钓的更多。愿意奉陪。娘，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？嗯，有点太利索了。啥意思啊？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？有小尊在中间牵线搭桥，我在投其所好，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。娘，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，就放心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？您安排好了我就去。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。您去干啥呀？陪你去钓鱼。本来就没您，您到时候过去了，万一吉田怀疑，那不是全白忙活了？我自己能支吧开，听话啊，听话，好不好？这孩子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这儿可真美啊！是啊，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。嗯，这个不光风景美。鱼可多了，这么说，今晚要有鱼汤喝了？何止是鱼汤，能给你炖上一大锅，好期待！想想都觉得很香，我都馋了。
等了这么久，咋还不上钩呢？看来这里的鱼很狡猾呀。我是没耐心等了，苗姐，我去方便一下，你们慢慢钓啊。你在看什么？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。钓鱼呢，要专心。哎呀，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，你们钓的怎么样了？今天运气太差了，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。慢慢等，大鱼总会上钩的。娘，你可是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回来就好。你们咋没动静呢？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嗯，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，钓他才是真的。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。不过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？你是诱饵，把你放回来，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。当然，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，但是以防万一，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，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。还有，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，随时准备转移。转移之前，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许去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娘，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？不是，你想啊，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，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，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我在钓他。这是命令，你必须执行。
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，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，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。这咋回事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不是，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？啊？我不清楚。你是他爹，你不清楚谁清楚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，让我给拦住了。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。我明白。我谢谢你。牵着命的事儿。等小棉袄吐了口啊，沾上谁谁没命。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，何去何从，自己琢磨吧。老陈呢？你这是咋了？快起来，起来。咋了这是？可别吓唬我呀！我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害了棉袄。不怪你。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，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关系。走这条路啊，你是一大鬼子呀！那咱们还有挺直腰杆的那一天。刚才老警察那番话呀，是好心，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，我家棉袄不会吐口的。
这个我心里有底，我豁出去了。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，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。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。老陈。陈掌柜啊，坐吧。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，行不？这个案子还没审完，不让和家属见面。为啥不让见啊？万一你们串供呢？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们都有嫌疑，明白吗？你就帮帮忙。打点的事好说。日本人盯着案子，帮不上忙。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？等能见的时候啊，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。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？啊，不行。那你给句准话，她现在咋样了？伤大刑了。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，要是不够你尽管说，我再送来。放心吧。谢谢。棉袄啊，爹和娘来看你来了。我的孩子哟，娘知道，娘都知道，娘，我都死了一个小鬼子，别说了，最后悔的就是
不然多疼死几个小鬼子。对我下死手，我挺好的。这秋老虎的天儿，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？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？啊，忘了。我记得我做小了呀，你们不是穿着不合身吗？爹，你瘦了。呀。带好吃的来了，啊！真香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有酒不？有，有。厚厚实实的是啥呀？那是你娘给你做的棉袄。咋这么厚实？厚实点好，暖和。娘，嗯，得敬您。您这是第一次敬我。这是英雄酒，你在爹的心里头啊，就是个英雄。那这酒够味儿。哎，苗儿，娘敬你。为啥敬？在娘心里头，你也是个英雄，是大英雄。那这杯酒也够味儿。身子不方便，娘来。最开心的事是啥不？如果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爹和你这样的娘，是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，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。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，我做成了个人。我敬你们，谢谢爹。
谢谢你啊。爹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爹就不去送你了，啊！得把这颗心绷出来。世界上最好的事。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赐我手言和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看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有。